其实我好深信爱是从每一个人自身出发，只要我们起动结合每一个人的能力，这一份力量其实就可以影响身边的人，影响社会大众，同埋亦都可以帮助有需要的群体。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看到他不得那边，其实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能力可以做到的。